油灯结莲花大家都非常法喜，但是结的莲花点燃时很容易爆的佛台上到处都是，但又不舍得轻易去掉，请问师傅结的莲花多久去除一次比较合适呢？这花是吧？你说花？嗯，结的莲花。啊，结的莲花，就让它放在那就好了。哦，哦，好的。自生自灭呀，嗯。哦，因为它点燃的时候会容易爆的，嗯，佛台上很多黑的油点。嗯，没有关系的是。这个都没关系，哦、擦擦干净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把你黑点爆出来嘛，就是把你缺点都爆掉呀。哦，那还是好事情。对呀、啊。哦哦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